好，再回到文章中，后面又描述这个平台。The platforms extend to a depth of over 100 feet under the sea。这两个平台深达在海面之下深达大概一百多英尺，因为这个桥呢必须地基扎得深，风才吹不倒，因为这个太太大太高了这么一个啊。这个 extend 是延伸，延伸到这样的一个深度，其实就是咱们以前说的深达多少。 表示深达，用这个结构表示深达，一定强调这东西特别深了。我说这个地方深达一寸，这不行，一定特别深，叫 extend to a depth of，、so, 叫深达多少？咱们以前讲过，这是一个固定的习语，在三册中就出现过多一次，呃，这个多次，十七课有，四十二课再次出现。讲的洞穴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一百九十六页十二行到第十三行，看看一百九十六页十二行到第十三行，四十二课现在洞穴人，他说。 The deepest known cave in the world is g o o f b u r g e r near Grenoble. It extends to a depth of 3,723 feet. 跟本文中异曲同工，来，已知的洞穴中最深的一个，在地球上的就是 Grenoble 附近的 g o o f b u r g e r 这个著名的大洞穴，它深达3,723英尺这么深，深达 extend to a depth of 表示有多深。 这个固定搭配放在一块儿可以记住，连续两刻中出现“可见是固定用法。当然，表示某个东西有多深呢？还有一些搭配可以跟它替换，也是强调特别深。咱们有个结构叫 “go down to as much as”，深达多少？这个结构有些也也行，一直下降到这么深，深达 “go down to as much as” 这个结构可以替换刚才那个 “extend to a depth of” 这个结构。你不信看咱们第四册出现了，第四册的十三课。 讲开采原油这棵树，四册里面净是好文章啊。四册的第十三个，The deepest holes of all are made for oil, and they go down to as much as twenty-five thousand feet。已知的洞穴里边最深的洞，就是为开采原油打了这个洞，有多深呢？它们深达两万五千英尺，这么深。 这深达叫 go down to as much as，四册里面有更丰富多彩的表达，建议大家学完三册，把四册好好学学，否则的话总觉得是这个半吊子这么感觉啊。四册确实更上一层楼，说得好啊。这、就是深达多少？哎、啊，但是如果表示有多高呢？有多高？我们先总结讲过的，咱们在第三课讲无名女神，呃，谈到一个 stand，哒哒哒，后面加个 high，叫有多高？哎、啊，有多高？这个不行，不，它未必是很高很高了，就是有多高？哎、啊。 我们看这个二十二页第十五行到第十六行，第三课，二十二页的第十五行到第十六行，She stood three feet high and her hands rested on her hips。这女神雕像有三英尺这么高，并且呢手呢，哎搭在臀部上，叉腰站立，有多高？当然指人的话，可以把 high 换成 tall 这个词。I stand one point eight meters tall。我有一点八米这么高，这表示有多高，它不一定强的特别高。 如果表示高达多少，特别高，高达怎么用呢？哎，别自己瞎编，还是看固定搭配，叫 rise to a height，跟刚才那个 extend to a depth of，哎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来，rise to a height 表示高达有多高，这个结构在第十课《泰坦尼克号的沉没》中咱们说过一次，今天呢再次又出现了，在本文中七十八页第十二行就出现这句话了。七十八页第十二行，咱们刚才见过，在水平面之上。 The towers rise to a height of nearly seven hundred feet。这两个高塔高达七百英尺这么高，看到了吧？Rise to a height of，这个结构放心使用，谁说它错，谁一定错，怎么也错不了。叫高达，这个结构特别漂亮。总之，你看有多深，是延展到了这样一个深度；有多高，是升到了这么一个高度。深度、高度，哎，都是用这名词结构。 这些精彩表达使我们想起了一个英国著名的诗人，就是勃朗宁夫人。爱情诗里的一些片段。勃朗宁夫人呢，就是在骑马的时候摔了一下，摔成残疾。但最后终于找到自己真爱，写了很多著名的爱情诗篇。他最后死在爱人的怀抱之中。这个我们看到也是非常动人的一个诗歌的片段。咱们看里边他如何描述着爱情，也是深度、高度、宽度都有了。咱们看这里边是怎么说的啊？<laughs> How do I love thee? How do I love thee? Let me count the ways. I love thee to the depth and breadth and height my soul can reach. 我们就看这个片段，这个诗歌的名字叫《How do I love thee》。我如何来爱你？这个 the，注意就是 you 的意思，这个有点这个这个、这个、这个古文中的用法了。因为这个勃朗宁夫人写十四行诗是很有名气的。 据她的老公说，我觉得你的十四行诗仅次于莎士比亚写的十四行诗，里边很多古语的用法。在古语中，这个你 you 呢，主格叫 thou，t h o u 叫 thou，宾格是 the，t h e e。E, 但当代英语中，主格宾格都是 you，对吧？就是我如何来爱你？他说：How do I love thee？Let me count the ways。我如何来爱你呢？让我一一细数。 让我数一数，我是如何爱你？有哪些方式？他说：“I love thee to the depths and breadth and height my soul can reach。”他说：“我爱你到了什么呢？到了这样一个深度，breadth 是宽度吧？这个宽度还有这样一个高度，什么高度呢？我的灵魂能够企及的这个深度、高度和这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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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宽度，我用整个灵魂和企及的这个长度、宽度、高度表示，用整个灵魂、全部身心。” 都在爱你，说的非常动情。这个本文中的有多深有多高，这个异曲同工之妙，到达了这个高度、这个深度、这个宽度等等啊，很有趣。啊。咱们可以同时记住。那么下一句话又说了，This alone took sixteen months to build。他说，单单呢，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们说这个这个非常非常高呃，这个这个这个呃、这个、很很深的这个水下平台。单单这两座 platforms。 就花费了十六个月的时间才建好水下的平台，一年多才建成。啊，这个 alone，注意不能翻译成单独的、孤独的，而是不是单单是、光是这个不算别的，但是这个光是这个，你看这个在生活中用的也是特别多的。它尤其放在尤其放在名词后啊。你比如说，我说光是这些书啊，就花了我两千块钱，还真够贵的。不，我都都别的都不算，咱们这东西都光是书就花了两千多。This books alone cost me. Two thousand 元，你看这个 alone 跟本文中异曲同工之妙。哎，单单是书本身就花了这么多，放在书的后面。英语中还有个谚语，叫做“日久自明”，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。你看这个谚语是这么说的：“Time alone will tell。” Alone 放在 time 后面，也是单单时间本身，光是时间就会告诉你一切真相。说日久自明。 或者就类似于怎么说“日久战，见这个见人心，路遥知马力”有这个类似的含义。同样，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卡尔文·克里芝说过的一句名言，里边也出现这个 l o n e 咱们看这个名句是怎么说的。这句话叫：“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alone are omnipotent。”毅力和决心，单单这两样就是万能的。 我们有毅力、有决心，就能完成一切任务。当然，从逻辑上这个不同啊。有些任务像永动机，永远就去去去，见不成。但这句话当鸡汤喝一喝，还是可以的，心灵鸡汤嘛。这个这这可以啊、嗯。有些词汇咱们可以读一读，先读第一个词“毅力”，慢慢来 pers，“Persistence”。Persistence。好，再读一下“决心”这个词 determ，“Determination”。Determination。好，再读一下“万能”的这个词，“Omnipotent”。 omnipotent，这叫万能的。这原来这个词是指上帝的。上帝不但是 omnipotent，而且还是 omniscient，既全能又全知。在这儿，全能的毅力和决心，单单这两样，就是全能的，是万能的。所以看到这个 alone 这个词，确实、这个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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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这么一个用法。单单是光是它放在名词后，有这么个用法，咱们把它记住就好了。那本文中说，单单这两样，就花了十六个月时间去建造。这个 take。 表示花多长时间，这是第五课早就讲过的知识。花费时间做某事，咱们说了，它的主语不但可以是事物，也能是人。搭配呢是类似的，take some time 花费了多长时间。如果强调花费了某人多长时间呢，也可以在 to take 后面加着人。如果花费人做某事呢，也可以加 to do，但是这个人跟着 to do 都可以去掉。take some time 花费多长时间就好了。你像本文中，this long took sixteen months to build，这个两个平台花费了十六个月。 来去建造，他没有说花费了某人多长时间，后面的人呢就被省略了啊。但是后面有个 to build，就建造这个这个这个啊这个大平台用了十六个月。好了，我们再举一反三，多看几个例子。比如说，在四十四课里边，二百零四页的十五行到第十六行，二百零四页的第十五行到第十六行，他说：Even if you travel in ideal weather, sea j o u r n a l s take a long time。即使你在理想的天气中旅行航行的话， 海上航行也会花费很长的时间。你看，take long time 花费多长时间？这个去做干嘛呢？去去做哪个事？海上航行呗，都知道了，后面就不用说了。那个 to do 被去掉。那我们再看一看书中，在二十八课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三行，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三行。It took me over half an hour to get rid of him。这个花了我大概半个多小时时间才把他甩掉。花了某人加上人了，多长时间？半个小时。去做某事，to get rid of him。 也是类似的结构，对。但是这个主语都是事物，那人做主语也行，人做主语也行。比如咱们回顾一下，在第啊五课中，咱们见过这句子啊，第三十页的第九行，三十页的第九行。The journalists immediately set out to obtain these important facts, but he took long time to send them，对吧？这个记者立刻就开始这个搜集数据这个任务，但是。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数据发送出来。你看，这人做主意，机做主意，但后面也是花费多长时间做模式再 do 结果是类似的。单单这些平台花了是一年多十六个月才建成。后面说了，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, the towers rise to a height of nearly seven hundred feet。它的水平面之上，这两座高塔呢，高达七百英尺这么高，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建筑物了。啊。这高达刚才说过，咱们再复习一下。 叫做 rise to a height o 就上升到了这么一个高度，就是我们说的高达了，有多高？那这个在这里出现，其实在老版本的第三册里面也有，只不过新版本这课文没了。在老版本三十二开的老版本的新概念三册，那李老师当年上大学的一九九几年的时候，用的是老版本的新三册里边啊，老版本的新三册第四十七课里边叫 through the earth s crust，里边有这么一个句子，在老版本第三册的四十七课啊。 A tall steel tower, rising to a height of nearly 200 feet, will rest on the platform. <laughs> 跟本文中特别类似，它一座高高的钢塔，钢制的这个高塔怎么样呢？高达将近200英尺左右的这么一座高塔，那么将会建立在这个平台之上。Rest on 是搭在什么的上面？咱们以前见过的。这个 rising to 在这儿。 它不是谓语动词，而是非谓语动词。当后置定语修饰这个高塔，因为它是主动的，所以把 rise 换成 rising 就好了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变化。非谓语动词呢，高达多少？你看表达，哎、呃，别无二致，一模一样，也是高达。那、嗯、好，它描述这个塔。他说这个塔是干嘛用的呢？后面再说。They support the cables from which the bridge has been suspended。他们这高塔支撑着这个 support 还支撑，支撑着这些钢缆 cables。这钢缆又是干嘛用的呢？再加定语从句 from which。 The bridge has been suspended。这个大桥就是被挂在这个钢缆之上的，就吊起这个桥。Be suspended from，咱们讲过是固定搭配，而且 from 关系代词，把介词放到关系代词前面去。咱们在前面说过，就不重复了啊。只不过呢，这里定语从句是个嵌套结构，翻译成中文时呢，当定语来翻译不好翻译。咱们说中文中可以把大树变成竹子，定语从句改成并列结构，逗号分开就行了。咱们可以翻译成两座高塔支撑着钢缆，逗号。 而钢缆呢，有悬吊住这座大桥。哎，这么翻译就好了，把中文改成竹子节儿，哎，用逗号分开。我们说了，each of the four cables contains 呃 twenty four thousand one hundred eight lanes wire。他说，每一根钢缆呢，这四根钢缆的每一根都有两万六千一百零八根钢丝拧到一块儿。 这个 wire 就是电线或者钢丝，那钢条，哎，两万多根钢丝拧成一个特别粗的钢缆。contain 在这是表示包含、含有、由什么什么组成，这个意思。这个使咱们回忆起了第十三课说由什么什么组成。尽管这化妆服是有个白被单组成的，咱们还记不记得这个由什么组成？我们当时讲过四个表达，在本句中都能替换。第一个可以用 consist of，对吧？ 这个是由两万六千一百零八根呃，这钢丝所组成。consist of 主动，第三人单数加 s，对吧？还有被动的，be made up of，还记得吧？还有被动的，be composed of，还记得吧？还有一个及物动词，comprise，第三人单数加个 s c o m p r i s e 就好了。consist of，be made up of，be composed of，comprise 带进去都可以，由什么什么组成。这是在十三课《是我别害怕》这课书中咱们讲过。 看起来大家要好好复习，随着课程深入，复习越来越重要。否则前面知识忘了，后面难文章就不好看了啊、嗯！好，这 y、个、在这儿是钢丝的意思。但这特特别注意一个词，就是 length，不要读 length 啊，舌根音啊，要拱上去发 i n、哎、啊啊 i n 舌根拱上去。我们读下 length，length，这个声音不好把握，在中文中没有 n 啊，这个声音再来一遍 length。 本来表示长度，但在本文中呢，它是个量词，不是长度，它是一根、一节儿、一段儿，它一般描述细长的东西。那么一根、一节儿，这是个量词啊。用的时候可以用 a l l i n s t h o rope，一根绳子；a l l i n s t h o pipe，一根管道，细长的管儿；a l l i n s t h o wire，一根钢丝或者一根电线。这个 wire 指钢丝，指电线都行，叫一根、一节儿、一段儿。这个生活中表示。 类似的这个量词啊，特别特别多，我们可以呃这个多总结几个。比如咱以前先看以前说过的一笔钱，a sum of money，多次见过，大家还有印象。一笔钱啊，还有我们说的一块巧克力，十物课见过，a bar of chocolate。chocolate 本身不可数，一板巧克力用 bar chocolate。一块肥皂还记得吗？也是十物课，叫 a bar of soap 或者 a cake of soap。一块肥皂刚讲过没多久啊。还有当然说一片黄油，a slice。 Of butter 叫一片黄油，slice 细的薄薄的小片儿。黄油 butter 是不可数的啊。举一反三，多看几个。一个面包，我们知道 bread 是不可数的，一个面包可叫 a loaf of bread。这个我们读一下中心词 loaf。loaf，Lo 尤其是长条状的这个面包，对，叫一个面包啊。还有呢，一管牙膏，吃完得刷牙了。a tube of toothpaste，牙膏本身不可数，加上管就可数了。我们读一下这词 tube。 tube，长管状的这么一个东西叫一管牙膏。来，再比如说一个蛋卷冰淇淋，ice cream 它不可数，但加量词就那后面呢在前面能加 a 了。a cone of ice cream，一个蛋卷冰淇淋。这个 cone 是什么意思呢？cone 就圆锥体的意思。蛋卷冰淇淋嘛，在圆锥体里面有这冰淇淋。我们再读一下中心词 cone，cone，哎，这也是加量词的。再比如说，哎，一串葡萄，一把香蕉。 大家可能还记得，叫 a bunch of grapes，a bunch of bananas。我们讲过 a bunch of，也可以表示一群人嘛，一嘟噜一串在一块儿，对吧？再读一下中心词 bench，bench，再读一下短语 a bunch of，a bunch of，叫一嘟噜一串儿，什么香蕉啊、葡萄在一块儿，哎，指一群人也行啊。还有像我们说一道闪电，a flash of lightning 或者 a bolt of lightning 都行。flash 突然间一道强光。 b o a t 长条状细长的东西，一道闪电都行。我们大声来读一下：a flash of lightning，a b o a t of lightning。哎，一道闪电。闪电本身是不可数的，哎，加上“道”前面就可以加这个量词了。同样的，我说一声雷，雷 thunder 是不可数的，但雷一声就可以加量词可数了。我们读一下这个短语：a peal of thunder，a peal of thunder。这个 peal 叫轰鸣声，不要跟果皮搞混了。 如果苹果皮儿、桃的那个皮儿，那用 peel，这是 p e a l，发音一样，但意思不一样。这轰鸣声啊，一声雷，再把这一阵风，一阵风叫 a gust wind，叫一阵风。这个在十八课就会碰到了。我们再读一下这短语，a gust wind，a gust wind，哎，这是一阵风。风本身是不可数的，对吧？在一块儿窗玻璃。 Glass 表示玻璃不可数，表示玻璃杯可数。哎，但是窗玻璃这一块儿可以加量词了。A pane of glass，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短语。A pane of glass，a pane of glass，这个 pane 这个词叫窗格子，就是长方块的窗格子，叫一块窗玻璃。哎，可以用的。哎，一把鲜花，鲜花是可数的，但是可以加把儿这个词的。我们大声来读一下：A bouquet of flowers，a bouquet of flowers。 这个 bouquet 可以表示一板儿、一束，尤其是花儿这个东西的一板鲜花，等等等等。这是常见的跟这个、这个、这个事物加数量的词。本文中一根、一节儿、一段儿可以用 length，可以放在一块儿记